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看第八，毛光照业三昧本。这一句就是玄奘大师所说的利益众生的啊，他老人家的话是净光仪教啊，要把佛陀的教诲发扬光大，利益众生啊。那么在中国文化教育的沉船上面来讲呢，啊，为万世开太平啊，这一句就落实了。总的来说都是要靠自己，自己不能成就，你的威仪，你的形象啊，就不能够啊感动别人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了，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一定是先成就自己，才能够啊利益众生。自己没有成就，而能利益众生，佛在经上常说无有是处啊，就是没有这个道理。佛陀要教化众生，要做到啊，光这个毛光照一，所以他必须从一呀、啊、一圆明海印，修华严妙行啊，到福通世间。要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啊、能力、啊、就是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德相啊，如来，如来自信啊，哪一个众生都有啊，这叫信德了。本来具足啊，智慧德相本来具足，我们迷失的太久了。忘掉了这桩事情啊，虽然迷得很久，忘掉了，但是没有真正失掉。如果有个好的人，有个明白人，他来引导我们，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信德就被他引发出来了啊。引导的人必须是言行一致，表里
如意。啊，才真正能感动人，感动就是引导他。啊，那么佛也是，我们在佛陀的传记里面看过啊，啊，他也是经过12年的修学。啊，那么孔夫子15年的修学，啊，他讲的是15岁由志于学，30而立，15年呐。啊，释迦牟尼佛12年呐。啊，他12年是苦学。勇猛精进呐，超过夫子的15年呐。啊，到处去寻思访道啊。啊，30岁，大彻大悟。啊，这个大彻大悟就是把自性本具的性德恢复了，没有别的，恢复了。世尊在这个世间所实现的，诸位要记住前面的一句话，福同世间。换一句话说，世间人假如用12年的时间可以达到他的成就，这福同世间呢，所以他并没有像慧能大师在中国的表演。啊，为什么呢？慧能大师的实现给我们一个什么认识呢？那是天才，那不是凡人能做得到的。啊，那是一种特殊因缘的实现。啊，唐朝那个时候，中国佛教是鼎盛的时候，10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啊，所以他是在这个特殊环境里面做出一个特殊的实行。啊，而释迦牟尼佛真的是福同世间的实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看出门道啊！那你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在这里体会到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像我这个前面跟诸位提供的这个建议，用2年的时间扎根。如舍道啊，也就是我常常讲的啊，无论在家出家同样的没有差别。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三归五戒、沙弥略依，这是根呐。2年当中啊，把它完成，真正做到啊。
然后再用十年专攻一门啊，学术专攻《论语》，十年功夫；专攻《孟子》，十年功夫；十年学孔子，你真的是孔子；十年学孟子，你真的是孟子。现代的孔孟出现了，十年是学老子、学庄子，只学一样，你就真的成为今天的老子、今天的庄子。十年专学一部佛经，你就是释迦牟尼佛再来。世尊给我们实现的十二年呐、啊！十二年之后啊，毛光照义，下面是我们接下去全球啊，全世界啊，在佛法里面讲呢，大千世界啊，毛光照义，大千世界，毛光照义，九界众生。这个不是假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就成功了什么人明白这个道理发大愿心我一生呢专门干这一桩事情啊！这一生当中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什么样的挫折都拦不住我决心呢要把这条路走通这就对了啊，只要有大愿心，你自己真肯干，到时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我在早年从方东梅老师那个地方接受了佛教。啊，认识了佛教啊，是在同一年啊，大概稍后吧，两个月的样子，时间很短，认识了张家大师啊，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三年。那个时候的三年是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跟方老师学也是如此一个星期两个钟点课啊。啊，三年之后张家大师圆寂了啊，张家大师圆寂到明年他是明年三月四号是他老人家圆寂五十周年纪念啊，我们要在图文吧开一个纪念会啊，纪念他老人家啊。以后我亲近李炳南老师。跟李老师十年啊，我这个修学十三年了
啊，这个有朋自远方来很晚呐、啊，到晚年，啊，才有几位同学呢，想跟我在一起学习。啊，诸位要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在讲席里面常常说，我是学生，我不是老师。老师在哪里呢？坐在台下听课的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见学，是我的善友。啊，我在台上呢，是来做学习报告的。啊，向诸位老师、诸位护法报告的。我不敢成为老师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要从自己身上去落实，啊，要把它做到。啊，不可以好为人师。啊，我们是以同学身份。啊，学儒，孔孟是我们的老师；学道，老庄是我们的老师。啊，学佛，释迦牟尼是我们的老师。必须要知道，啊，那我们在一起全是同学。我年岁大一点，学的时间比你们长一点，啊，可以来帮助帮助你们。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啊，我总是尽心尽力，绝对没有隐瞒，我知道多少都说多少，和盘托出啊！啊，可是年年有新的悟处啊，所以同样学习一门功课。年年的见解都不相同，所以从前有朋友啊劝我写书啊，我不敢写啊。那么这个都是跟老师学的啊，方老师的著作晚年还唯恐自己有错误。所以他老人家著作不多啊。现在我们看到方东美先生的全集，90%是在他上课讲经的录音带里面记录下来，同学整理给他出版的，他自己写的东西不多。啊，李老师的著作亦复如是。这是什么呢？年年都提升自己。今年看去年东西，遗憾的，里面毛病还是很多。那明年看今年又是如此，这东西怎么能拿得出去？真是如此，这都是讲实话。啊，所以我这一生的时候没写过东西。全都是
同学们从录音带、录像带里面写出来的。啊，有些我看过，绝大多数啊我都没有看过，送来给我看，不想看，为什么呢？过去的我很不满意，啊，都是真话了，确实没有满意的时候啊。没有到成佛，等觉菩萨对自己的东西还是不满意啊，成佛没话说了。那成佛有没有著作？释迦牟尼佛没著作，孔子有著作，释迦牟尼佛没著作啊。所以佛经都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弟子们从接受教诲记忆当中写出来的。啊，这个里面记忆力最好的，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阿难尊者。阿难尊者的头脑确实不亚于一个录音机。啊，他听世尊所说的，他能够记忆不忘。啊，所以戒戒经藏呢，啊，大家都推崇阿难，啊，阿难你身作副讲，啊，世尊讲的这部经啊，你从你听的，你所记得的，你给我们讲一遍，我们记录。佛经是这样出来的，啊，佛度不敢著书立说。何况别人呐，啊！那么，尤其佛对我们的开示，我们要记住那个原理原则。佛说，我们的智慧平等，我们的德行也平等，我们的能力也平等。我们的相好福报也平等，没有差别，但以妄想分别执着产生了障碍，不能证得。啊，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放下执着，你就是阿罗汉呐！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妄想啊，你本来是佛。你看看讲得多清楚，都明白。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真正利益众生呢？还不是看破放下吗？啊，所以学道、学佛，乃至于学儒，你要不肯放下了，你都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孟子说过，孟子是儒啊，孔夫子的学生啊。孟子里有一句话，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啊，学问之道没别的，就是放下。你看跟释迦牟尼佛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啊？他没有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清楚啊，释迦牟尼佛讲的很清楚，放下执着阿罗汉啊，放下分别菩萨，
放下妄想就成佛。儒也要放下了啊，放下什么？还是放下贪嗔痴慢，放下五欲六尘呐，啊，放下了是非人我，这个东西是障碍啊，世间道都障碍，何况出世间。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得于名利啊，五欲六尘的享受都非常淡薄，他们有道德有学问，如果想过一点丰富这个富裕的生活，能不能做到呢？能啊。也许有人说，他虽然有学，他没有命啊。有学问就能改造命运。嗯，你们看，《了凡四训》不就是的吗？有学问的人懂得改造命运的道理，懂得改造命运的方法，他为什么还不改？不追求这个道理在此地啊，只要什么呢？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房子遮蔽风雨，足矣啊，快乐得不得了啊。决定不追求富裕啊，就像华严经前面呢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不求无欲啊，无欲什么？财色名食睡，不求这些，就放下了王位。王位我跟诸位讲得很清楚啊，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不求啊，放下了富饶啊，自我大名臣啊，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与道就相应，生活越简单越健康啊，心地越清净越自在，不受环境的干扰顺境，你这个善缘不起贪念，逆境恶缘不生嗔恚，这个境界永远是平等的。为什么？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尤其大般若经，世尊即真的是千言万语啊，叮咛嘱咐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就想那个心都清净啊，事出世间法都不染着啊，你这个样子
光芒才真正发生，普照世间啊，利益大千世界，才真能做到啊！啊，为什么？信德放光，智慧光，德能光，相好光，啊，相好叫福德的光。换句话说，也就是现代有些人所讲的返璞归真啊，这中国道家讲的话啊，我们佛门讲回归自性啊，用儒家的讲回归本善啊，性本善嘛啊，那我们这一生活得就非常有意义有价值啊，这一生没有白来啊，没有丝毫的念头为自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自己可以过清苦的生活啊，别人看起来是清苦啊，苦中有乐啊，乐什么呢？乐道啊，啊，这个乐实在讲就是《论语》里面第一句，三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你每天在学，所学的时候通通能用上了，不是所学非所用啊，所学皆落实了，变成生活了，这是最快乐的事情啊，有朋自远方来，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再多寡了人生在世，一生当中遇到一个知己都非常可贵呀，能遇到三五个十几个，好呀，那快乐得不得了啊，人不知而不愠，没有比这个更快乐了。啊，那么这种快乐，就产生光照。啊，自自然然的就感动你的周围啊，邻里相当，早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啊，是旧金山城外一个小镇啊，库珀汀诺，这个小镇很有名啊，中国人称它为西谷科技中心，我们一个小社区，环境非常优美，啊，那个时候韩馆长在，啊，他有一栋房子比我大，啊，我一栋小房子，跟他住对门，我们周边的邻居，有一天来问我。他不是问我啊，问一个小法师，
跟韩馆长住在一起，比丘尼问他，你们为什么这么快乐？啊，这些邻居天天看到我们欢欢喜喜有说有笑啊，他们很惊讶了，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快乐？小华子来告诉我，我说你跟他讲，我们是学佛的，那佛是什么？我说你再给他说，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不是快乐吗？佛是清净净土嘛，心地清净自然就快乐。佛是无量寿长寿，你只告诉他这样，他问你佛是什么？快乐清净长寿。哎呀，这个好啊，我也要啊。啊，我说可以啊，你来要，我们附近有个小道场啊，每一个星期六啊，星期天，我们都在那边讲经，欢迎你来听。啊，或者是呢，星期天，他们多半都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你们上教堂；星期六来，到佛堂来听，你们学快乐，学清净，学长寿。所以我们在国外啊，这个形象啊，自自然然就感动很多人啊。那么我多次参加这个国际和平会议，与会的这些朋友们见到我的时候，几乎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法师，你是怎么样保养的啊？那么由此地来观察呢，你就晓得这些与会人都是中年以上啊，啊，差不多都是四十以上的人啊，四十以下少数啊，啊，专家学者都重视怎样保健那么我教他的时候，心地清净，心地慈悲，常斋念佛啊，这是我的养生之道啊！啊，就你自自然然，你叫他跟你见面，听到你的音声，看到你的形象，我们现在一般人说，他落下很深的印象。啊，这个就是光明遍照。啊，让他的真实的利益啊，他感动，他就来问，他就想来学习啊。那么还曾经有人问，什么叫慈悲？我跟他讲，慈悲就是大家所讲的爱，爱他懂。那为什么叫慈悲？世间人讲慈悲啊，讲爱啊，里头有感情啊。那么慈悲这个爱呢，它是理智，它不是感情的，这明白了。爱啊，要是理智的爱，
不要用感情的爱，感情的爱里面生烦恼啊。理性的爱啊，里面生智慧啊，不一样啊。哦，才明白了，慈悲比爱好啊，都是爱，这个爱的方式好，理智的啊，所以慈悲是平等的，感情不平等的啊。那么形象就是最好的戒引啊，所以佛家讲究威仪啊。为什么？啊，这个就是佛陀教给我们维护正法的尊严。如果我们没有威仪，就破坏了佛法的尊严。这种尊严让人家接触到了，肃然起敬，那个恭敬心就产生出来了啊。对你起敬，一定会向你请教，那不是戒淫吗？啊，慎学，知闻来学，未闻忘教啊，没有主动啊教你，是要什么？是要你来请教啊，再给你讲解，就很容易接受。他不想学，你跟他讲，他轻视你，这个轻慢的心，再好的法他都不能接受啊。所以接受一点，恭敬心中得了，印光大师讲的好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没有恭敬心，你就遇到佛菩萨也得不到利益。为什么呢？没看在眼里，他怎么会得益呢？我们在大众当中讲经，听众很多，每个人得益不一样。什么原因？对佛的恭敬，对法的恭敬，对善知识的恭敬不相同啊，所以他得的利益不一样啊。对佛十分之恭敬，一丝毫怀疑没有，对法恭敬不怀疑，对善有恭敬，他得的利益最多啊。一位好的老师，有德行有修养，教学有经验的，他能观机啊，学生当中他眼睛照一照就晓得哪个人得利益啊，哪个人不得利益啊，清清楚楚啊。不是他有神通啊，他看到那个人专心，这人得利益；看到那个人心不在焉啊，听课的时候东张西望啊，神不守舍，妄念很多啊，这个没听进去啊，虽然坐在那里没听进去。稍稍留意你通通都能看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此地讲到无边大用，清凉大师首先在此地为我们开导十门三昧，什么意思？
三昧前面跟诸位说了，定啊，一心专注啊，是三昧啊。啊，三心二意呀，不行啊，学不到东西啊。啊，所以诸位要记住。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十三昧啊，决定要一心专注。无论学世间法，学出世间法，啊，不是一心三昧，纵然你学到一点，很有限。说实在话了，不得利益啊！这就是这一句是告诉我们，必须自己成就，才能影响别人成就越大，影响的面大，影响的时间长啊。你像孔子啊，孔孟最佩服的尧舜禹汤啊，书里头讲尧舜讲的很多啊，那就是尧舜是一心专注啊，学习古圣先贤，他学到家了，无论在智慧德行啊，特别是圣王他在少年的时代，母亲过世了，继母对他不好啊，父亲没有智慧，受继母的影响虐待他了啊。现在我们来看书上所记载严重的虐待啊，他没有怨恨，绝不忘父母之恩，父亲所爱的继母，他把他看同自己生母一样的孝顺啊，三年感化了他的父母啊，继母感化一家，感化了他的邻里乡党啊，你看一个人，一个人修德，感化一方啊！啊，当时这个国家领导人尧王，尧王听说有这么样一个孝子，实在太难得了。知道这个事迹之后啊，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尧王有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跟他做朋友，向他学习，观察他的德行能力啊，然后才任命他为官员呢，啊，出来为人民服务，
啊，做得非常好，啊，妖王很满意，最后把王位让给他。他不辜负妖王啊，啊，真正把国家人民教好了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古圣先王啊，一提起来尧舜禹汤啊，啊，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我们做个平民，能不能做到这么多好事呢？能啊，不一定要在王位啊。释迦牟尼佛他是王子，是继承王位的，舍掉了啊，给我们做榜样啊，平民。德行成就一样可以毛光照耀啊。那么世尊事先告诉我们，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最直接的就是教育啊！啊，所以佛说实实在在的话，本质不是宗教啊，本质是什么呢？教育。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求学12年19岁到30岁学成之后啊，就是自己的德行智慧成就之后就教人，教了49年呢，终身职的教师，而且是个义务教师，不收学费的，有教无类呀，不分国家，不分种族。那也不分宗教，就是现在所谓的人多元文化的教师，我们要把他的身份看清楚看明白。教学第一落实啊，你认识搞清楚了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快乐。啊，孟子也说了，人生有三路，里头有一条，得天下之因材而落于之。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啊，所以教学里头有乐趣。世尊一生教学，他的弟子啊，一直传到中国来之后，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哪一个不是教学呢？身教言教或者是两者
啊，流传到全世界啊。那么在近代，佛教衰微了，什么原因呢？根本疏忽了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声疾呼啊，劝勉四众同学扎根啊，从《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三规五戒》《沙弥律》，真正想学，学释迦牟尼佛，两年把根扎稳，十年专攻一经，十年之后，你毛光照矣。啊，不说三千大千世界嘛，至少你普照全球啊，功德利益了无量无边呐、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